那是 NSP 的大粉丝，我超常买 NSP 的东西， yeah. 卸妆油啊，然后洗面乳，火山泥的洗面乳啊，然后香氛啊，指甲油、口红，哦，几乎我能买的我都买过了。对，所以当初呢，就知道要跟 NSP 合作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希望能够促成这样子的合作，因为不只是对我自己，因为我很喜欢 NSP 这个品牌，其实对这次五分钟这个品牌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里程碑。今天可以跟 NSP 这样子这么优质、这么高级感的品牌合作，我觉得就是让两边都非常加分的事情。好的，谢谢你们的分享。大家都知道吗？在15分钟最有名的商品是什么？是阿头，是吧？对，那我们 NSP 当然最有名的产品也是我们的茶啦，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绿茶，有红茶，对，所以我觉得这次呢，可以跟就是这次有这么联名，真的是也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荣幸的。谢谢。好，那因为我们这次联名的话呢，那我们刚好推出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的一个跟这次我们的联名礼盒。那我可以请佩佩这边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次我们的活动的这个礼盒的内容吗？精华，那我们这边请弟妹稍微跟大家分享她自己使用的心得。好，
就是要看一下红茶精华呢，其实它就是用80%发酵的红茶来制作的。那通常大家对精华的概念，可能会觉得它是很稠，然后很黏。但是其实呢，我们这个红茶精华它非常的好吸，然后非常的不黏。你就是把它整个抹上去之后呢，你的皮肤就是这样的保湿，非常保湿，非常重要。那我自己因为是干肌嘛，然后可能是工作的关系，或者是晚上你会稍微的追剧，有没有？因为大家可能会熬夜啊，不睡觉。那其实你在睡前如果有擦这个红茶精华的话，隔天你的皮肤就会很水润，然后很保湿，然后气色也会更好。因为我们家的红茶精华，它其实就是设计给如果你经常会熬夜啊，像我们有些粉丝朋友们，听说蛮早就来到我们现场了，对不对？6点呢？那6点的部分嘛，对不对？对，那所以他可能昨天今天没有睡觉。对对对。那因为我们今天呢，当然要见到我们的弟妹，那我们的皮肤当然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是最完美的状态。没错，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你家的红茶就可以帮你做到这样子的效果。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因为自己使用完一段时间之后的感受，就是它的质地呢是非常怎么样？非常好吸收。然后我自己是不喜欢太黏的东西，虽然我是干肌，想要很保湿，但是通常很保湿可能就会让人很黏，会觉得不舒服，反而肌肤会没有办法呼吸。但是这个红茶精华就是它非常好吸收，它所以皮肤都不会觉得很黏腻。好的，那你自己使用完这段时间之后，你除了觉得皮肤有比较光泽之外，那其他的觉得肌肤有什么改变？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些时候可能熬夜没有太着重在保养的话，就会整个气色变得比较不好。那有些时候呢，因为如果不保养，尤其是女生，如果你年纪越来越大的话，你的肌肤的弹性也会比较少。那擦这个的话，其实它会有一点是让你重置你的肌肤的健康度。OK， 谢谢弟妹的分享。好，那我们呢？今天呢，有关于产品的部分呢，到这边啊、哦，那我们再来呢，再去聊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接下来是什么日子，过年。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弟妹，我们过年有什么的计划？过年呢，其实我觉得今天就是过年的第一天年假，我就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就是大家愿意在第一天年假就来这边来看我，看到大家也都非常的开心。那就是希望今年过年，其实因为台湾疫情也比较严重一点点。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身体健康，然后呢能够回家跟着家人一起团聚，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对，那如果要买小礼物回家给自己的家人或是亲朋好友的话，可以参考我们的再睡5分钟的跟 Baby Sweet 的让肌肤再睡5分钟的降颜迷你盒。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来，真的非常开心看到你们。好的，那我们谢谢我们今天也是店长弟妹，谢谢你们。好的，那我们在场呢，就是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呢，今天呢，因为我们一致店长的活动呢，进来我们请到了弟妹作为我们的店长。那店长的任务当然就是呢，跟大家介绍我们的商品。那所以我们今天的活动就是，如果你有在现场有购买我们的再睡5分钟的联名礼盒的话呢，那你们今天就可以跟弟妹合照。那所以呢，你们可以跟弟妹在我们的产品的就电视墙前面呢进行合照。那前十名的话呢，我们会有那个拍立得的部分。那后面的话呢，那当然我们可以用手机合照。那所以我们用的那个礼盒的售价是1580。那如果你们今天自己想要使用的话呢，你们想要跟他合照的话，你们可以买出。那因为我们自己品牌的话，我们还要推出联名就独家的马儿证。马儿证的话呢，就是超过3000就可以得到的马儿证。所以如果你有想要送礼，自用送礼的话呢，就可以考虑买2组，这样的话就可以有2张合照。那而且还可以得到我们的马儿证。OK。好，那我们的今天的活动呢，就是刚开始。